佢喺全球范围嘅高速公路、普通公路、所有公路挑战燃油效能。汽油价格喺世界各地上升嘅同时，佢依然系燃油效能最佳嘅小型房车。同类车中率先使用 1.4 公升涡轮增压引擎，高性能低油耗，难怪佢喺全球60多个国家都系增长最快嘅品牌，喺本国同受欢迎。全新 Chevrolet Cruze 同级车系中最悭油，超越一般驾驶 Cruze。晚间新闻，香港方面，香港空气中验到嘅放射性-131含量有上升趋势，但系天文台就强调水平极低，绝对唔会威胁市民安全。对于日本福岛核电站附近验出有放射性物质不泄漏，天文台就指不本身唔系致癌物质，亦都唔会被人体吸收，市民无需过分担心。香港天文台上星期六首次驗到香港空氣含有放射性物質-131，星期日同星期一濃度持續上升，不過仍然遠低於安全標準。天文台預測未來在香港檢測到的空氣樣本-131持續有上升趨勢，但是強調仍然屬於極低的水平，對安全不會構成影響。天文台解釋，目前吹到香港的放射性點主要是3月14日、15日和16日福岛核电站多次爆炸所泄漏出嚟嘅呢啲放射性物质，一直向东飘散，差唔多围绕咗地球一个圈之后，先至吹散到内地同香港。对于日本福岛核电站近日验到另一种放射性元素钚，天文台就指钚随住空气飘散到香港嘅机会极微。卫生署亦解释，钚对人体嘅影响并非外界形容嘅咁严重。钚喺人体体外啦。對身體是沒有危害的。食物中第二個訊息是，食物中的鈣不會通過吸收影響到我們，主要是會通過排泄排出體外。高濃度的吸入才會損害到肺、肝等的組織。他又指，目前國際醫學權威亦都沒有將鈣列為致癌物質。港府剛剛推出的最低工資指引沒有規定應否包括飯中錢和有薪休息日，繼續引起爭議。有勞工團體遊行到港府總部抗議。政府最無恥，十幾名街工代表批評港府目前聘用幾萬名外判工人，如果不清楚列明要包括飯中錢及有薪休息日，是變相帶頭剝削工人權益。香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中指，法例實施之後工人薪金應該是有增無減，否則勞工處必定會跟進。而政府內部正趕緊研究怎樣處理外判工的飯中錢及有薪休息日，希望盡快有決定。目前多個港府部門有大量外判工人，例如清潔和保安，他們的休息日和飯中錢又會不會計算人工呢？如果不計算，政府會不會變相帶頭減人工呢？政府而家係審視緊有關嗰個情況嘅嚇，不過我哋可以講翻咧，就話啊，即係我哋個指引裏邊有好多詳細嘅例子去介紹啊，唔同嗰個情況、唔同嘅僱傭嘅條款咧，點樣去計算嗰個最低工資？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中表示，港府正進行內部研究，點樣處理外判工人飯中及休息日係咪有薪嘅問題，會盡快決定。佢又認為最低工資係新事物，需要一段時間磨合。呼籲有能力的雇主要善待員工，如果有困難就要心平氣和同員工溝通。勞工處又重申，最低工資立法的原意是為工資設定下限，保障工人。至於用膳時間及休息日是否有薪，應該繼續以僱傭條例精神，由勞資雙方商討決定。香港八間公立醫院婦產科醫護人員早前聯署要求港府限制內地孕婦到香港產子，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樂表示會仔細研究呢個問題。我都好同情呢班醫護人員，特別佢哋實在都係好想即係能夠服務香港嘅市民啦，亦都係保持咧佢哋個專業嗰個水平啊，咁所以我哋都會同佢一齊探討有咩
可以解決的問題啦。咁呢個包括咧就係係咪可以有啲限制啦，同埋專業嗰方面咧係咪有啲即係自律嘅方法咧可以能夠做呢方面嘅工作啦？亦都包括咧係私家醫院佢哋個即係點樣控制佢哋個即係產科個服務量啊等等。香港一名保險經紀為了騙取保險金，串謀朋友將不懂游水的女朋友推落海令她溺斃，在高等法院被裁定謀殺罪名成立，判處終身監禁。法官邵德偉在判刑時指兩名被告冷血，為了一己私利精心策劃謀殺一名無辜的女子，裁定死者的31歲男朋友周偉基謀殺罪名成立，判處終身監禁。而協助他的另外一名29歲男子就裁定企圖謀殺罪名成立，判監21年。案情指男被告周維基因為欠下賭債，事先幫任職夜總會女公關的34歲女朋友買下280萬元的人壽保險。在去年初，被告和朋友合謀在尖東海旁灌醉女朋友，再將她推落海，而男被告自己就扮跳海救人。肝癌是香港癌症第三號殺手，每年有近2000個新症。港大醫學院引入新的治療技術，病人死亡率會低於1%，同時縮短手術時間。新的技術是新型微波消融治療法，主要是利用高温棒直接插入肝臟殺死癌細胞，比以往的消融療法更加穩定，手術以至病人康復的時間都縮短。去年底發現肝腫瘤的張先生接受新療法兩個星期之後可以照常翻工。負責的醫生指新療法不需要切除部分肝臟，患者醫好的機會亦都會更加高。過去三個月，香港瑪麗醫院採用新技術治療18位肝癌病患者，全部沒有出現原位復發和並發症。未來一年將會有30名肝癌患者採用新方法治療，希望進一步將新的技術應用在其他癌症治療上。 YTV 趙永涵報導。菲律賓證實，中國已經處決三名因為販毒而被判死刑的菲律賓人。三個人包括兩女一男，其中一名女毒販在深圳監獄內注射毒針，行刑之前獲准同家人短暫會面。另外一男一女的毒販就在廈門被處決。三人分別在2008年因為企圖運送4公斤至6公斤海洛因進入中國而在海關被捕，2009年一審判處死刑。菲律賓方曾經為三人求情，又要求暫緩執行死刑。菲律賓透露，目前尚有最少70名菲律賓人因為運毒或者販毒在中國服刑或者等候判決。 YTV 趙永涵報導。今日2011年北京國際水展博覽會在北京開幕，全球400多間製造水產品的知名企業匯集了全球最先進的水處理技術和設備悉數亮相。博覽會一共開設了工業水處理、膜、閥門儀器儀表、水家電以及創新產品展覽等五大展區。另外，第二屆國際水處理工程師大會、第二屆中國水家電經銷商大會以及工業高難度污水處理以及污泥處理技術高峰論壇等亦都將會同期舉行。 YTV 趙榮涵報導。現在先休息一陣，稍後回來會有體育和天氣消息。先嚟睇下 NHL 嘅消息。多倫多風葉琴日主場出戰東岸第八位嘅水牛城軍刀，風葉最後就以4-3險勝軍刀，順利保住出線季後賽嘅機會。風葉就以35-32同埋10個加時負攞到80分，繼續排喺東岸第十位，仍然以5分之差落後打少一場嘅軍刀。風葉喺呢場比賽就先由 Dion Phaneuf 同埋 Derry Boyce 各入一球，以2-0領先。軍刀之後就由 Thomas Fenwick 射入今季第27個入球，追翻一球。枫叶在第二节继续抢攻，去到5:06，由 Clark McGuffer 再下一胜。虽然军刀睇失手之后不够分半钟，就由 Jason Pominville 和 Rob Nadelmeier 连入两球将比数追平，但是枫叶最后就由 Mikhail Gabrowski 射入今季第29个入球，将赛事比数锁定4-3，为枫叶取得胜利。跟住睇下 NBA 方面，上季仍然是劲旅之列，今季就因为 LeBron James 的离去，沦落至联盟包尾位置的克利夫兰骑士，今日主场迎战由 LeBron James 带领的迈阿密热火。虽然 LeBron James 攞到3伤，但是骑士就以102-90击败
熱火。五連勝斷攬嘅熱火，就由 LeBron James 表現比較全面，交出27分、12次助攻同埋10個籃板球。Dwayne Wade 就攞到24分同埋6次嘅助攻，而 Mike Bibby 就47個三分球，貢獻咗23分。至於騎士方面 ，Anthony Parker 就攞到20分同埋7個籃板 ，J.J. Hickson 亦都有21分同埋12個籃板嘅進帳。跟住睇多倫多嘅天氣，現時室外温度係5度，多雲，吹每小時15公里嘅東風，今晚最低温度會跌至0度。再睇多倫多未來五日嘅天氣預測。跟住係本國各主要城市聽日嘅天氣狀況。南非長期同人類打交道嘅馬騮忽忽練出一身搶劫嘅本領，咁每年都會發生忽忽劫案近萬宗。近日南非有關部門已經決定懲治呢一啲忽忽劫匪。喺南非嘅國家公園同自然保護區，經常可以見到成群結隊的忽忽在他們的隊長帶領之下騷擾遊客、搶掠食物，甚至搶劫遊客的相機和銀包。除了已經有幾千名乘客被抓傷之外，南非甚至還發生過新西蘭和德國遊客被忽忽襲擊致死的事件。針對這個嚴峻情況，南非有關專家指出，由於忽忽長期生活在野外會導致一些疾病的傳播，所以南非國家公園組織在同動物保護機構協商之後決定對這一班匪徒採取措施，例如拘捕慣犯、強制遷徙到隔離區、對他們的首領進行安樂死。另外還將會成立忽忽監控小組，開通忽忽舉報熱線，亦都會有標語提醒遊客要注意安全。今天的晚間新聞報導完畢，多謝大家收看，再會。